你们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对决某个伺服器的榜一。为什么有这么多头马呢？哇，大九眼马上瞬间移动，这些马通通都被吸收进去了。准备欢迎本期的主角，38区的榜一草泥马。草泥马是一个动物，不要想错了。6110万的战力，我们今天来测试一下他的英雄组跟怪人组各有什么表现呢？本片马上开始喽。这个复制人跟影片没有关系啊，我第一次想说让复制人移动一下嘛，我们暖身一下，也许下次派得上用场。我们用别的角色移动看看。哎啊，怎么才刚说移动，怎么马又来了？因为前面的画面太长了。本场战斗开始。草泥马的速度目前比狂人还要快，先发了智人。不过他前面摆上了一只驱动骑士，科技的角色每个人都很缺乏。狂人这边使用的是改造杰诺斯，轮到狂人喽。草泥马英雄跟怪人的威力到底怎么样呢？我们今天猩红纹女的表现能不能更精彩呢？好，他的无人机打过来，一波扛住了。接下来铜币3840万，这个时期也是当前版本最长的战斗。下个月马上要出球棒了，在几天就出了。球棒出来之后，战斗画面就可以缩短一些了。好，两下勾勾，换我们啦！哇，我们这一次也只有3780万。狂人那天把征服卡给洗坏了，三条暴击起身变成两条暴击。好，杰诺斯462万。目前双方的阵容还是一样，就是他是使用驱动骑士，我们这边使用改杰。僵尸侠带着专属武器，220万的伤害。还好我们的金犬侠血还够，先回一点血。轮到他的风普喽，这下4万的伤害，同地这两下追击伤害没有打好。只有170万，两个加起来，狂人这边吐了一个253万，150万，这次伤害多了他一倍。不过这一次有上了受伤，伤害也没有变高，169万，开了不屈。轮到他的驱动骑士，驱动骑士还是非常帅气，不过这个伤害不知道是血牛呢，还是已经还原了。到了第二回合。他的 King 又来了，来了之后，哎，这两下改杰竟然没有趴下去。我们看看我们的改杰等下可不可以打痛一点。好，轮到我们的 King， 一个反击，81万的伤害，这次还有数字，哇，330万，不过上了受伤，打得比较高，这两下加起来760万。OK， 轮到他的金犬侠。前面的盾牌稍微破，还没有破得很厉害，2只340，平均1只170万。轮到我们铜币啦，漂亮，这次2只3只，1750万，盾牌没了。他的金犬侠好像快趴喽，改杰马上再补一炮。哇，这伤害实在是不行啊，怎么只有260万呢？不过前排的驱动骑士倒了，僵尸侠还是持续的吸血，打到这里，我们看起来应该是稳住了。对手的攻击角色已经几乎是没有了，他的金犬侠对我们前排的伤害目前没有威胁。好，我们的僵尸侠77万，狗狗打狗狗，小只打大只的，哎，倒掉了，最后一只 King 了。两架无人机非常顽固，还是一个反击。比较可惜的是没有队友了，还有一个僵尸侠，就这一波咯，直接把它收尾了。好，这次没有伤害，240，这一下还没有倒啊，好顽固啊，总共4下了还是没有能够打破。最后留给改造铜帝咯。本场战斗狂人获胜，马上我们前进怪人族。怪人族草泥马的整体的实力比较强，你们
们看他排在，哦，现在是排到第六名，不过还有另外一头马，第二名的名字也有一个马，两头马我们一起给他打下来。不好意思得罪你们了，本场战斗开始，今天我们就不特别摆阵了，直接给他斩，给他打就好了。哇靠，这个索尼克真是强啊，索尼克伤害非常高，1430万是很高的伤害，我们的739万怎么差那么多。好，蚊子追击430万，轮到草泥马的波洛斯来喽，有没有，也有了，4840万，漂亮，我们暂时承担住了温德790万，我们的温德好像比他还痛，再观察一下，轮到狂人喽，狂温德来喽，要开绝技了哦，正面迎接38伏的冠军，哇，2530万，三个晕眩，动弹不得了，哦，我的天，抱过来，前面两个不见，1160万，大雄也还活着，哇靠，两边都爆成这样，我们的甲虫也进步了1480万，目前他剩下猩红能动，不过坐在甲虫上面一定是理亏了，还有一个回击，蚊子还没有倒，开了不屈，温德可能要倒了，倒了之后第二回合我们今天就使用猩红文女，看能不能突破阿修罗，给他一击必杀，在怪人组有没有可能呢？好，温德先少了一点残血，来喽，这样子等一下他回来血，1540万没有啊，没关系，我们下一场再努力，这一次对决第二名，另外一头马，这个马叫什么名字呢？好，欧尼马戈壁，好，你好，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用猩红文女亲手收拾阿修罗独角仙，不过这次索尼克斩过来660万，刚刚那个更痛，可能是暴击了，痛死人了，不是吧，我们的速度真的好慢哦，连打这个也比对手慢，两场都是后手，好看他的甲虫打在波罗斯上面，波罗斯血还够，宠物的血也还够，还有半条，轮到我们喽，猩红文女，这次470万，他的阿修罗打在索尼克上面，937万，索尼克的血还够，好，温德应该也 OK safe， 轮到猩红文女了，猩红有了，这一次1817万，漂亮，按照这个节奏，今天收拾阿修罗势在必得，一个追击324万，我们的大球员不能动，他的波罗斯也要来了，刚刚上一次4800万，这次也是4800万左右，狂人这边没有气，哇靠，直接爆掉了，哇哇哇哇 ，no， 这个在干什么？场面太混乱了，一下子一瞬间变成五个打两个，对手的温德踢过来633万，狂人这边被晕眩了，晕眩完了之后，他还有一只阿修罗，先一个文章技能，波罗斯这一下也有了。不过温德一个反击，他的温德倒了。OK， 准备进入最后的压轴好戏，猩红文女直接把阿修罗贯穿，458万，阿修罗还是回血，就是这一下，本场战斗狂人获胜。再来看一次精彩的镜头，猩红文女。好了，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大神跟狂人切磋。OK， 我们明天再见了，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。我是狂人，大家拜拜。